犀利喎！呢、這個尋日有單盛事就係美斯啊嚟咗香港啦，係嘛？咁啊，你有冇去睇啊？冇啊，唔睇波噶，但系连唔睇波都知，你就知道有几盛大啦。我都唔睇波，但系我就聽到好多粗口啊！尋日發生咩事呢？咁難得有場好波嚟香港踢，做咩事？香港人講晒粗口啊咁 我哋！B 睇下图先啦。係啊。嗱，我谂大家都知噶啦，球王美斯访港啊，但系系啊，最终冇落场。寻日咧就国际迈阿密啦，即系碧咸嘅球会啦，美斯效力嘅呢个球队咧。喺尋日嘅傍晚，2月4號啊，就喺大球場有賽港隊，但係咧，美斯就喺後備名單入面，完全冇落場，唔係正選喎。身穿便服嘅佢咧喺場邊觀戰啫。咁我哋繼續睇下啲相先。嗱，大家見到啦，落場嘅唔係美斯啊。國際米亞密咧其實有兩大巨星嘅，除咗係美斯之外咧，蘇亞雷斯都冇落場，相信咧就有唔少都球有嚟到香港，都係有嚟到香港，但都係。系坐喺场边。冇錯啦，咁就變咗就好多球迷就好失望啦。咁講翻賽事本身啦，最後國際邁阿密咧就先開紀錄嘅，港隊咧就完半場之前咧就追平咗1-1，但係下半場咧國際邁阿密就連入3球啦，最終4-1，4-1。都係一場好精彩嘅球賽嚟嘅。但系佢就未精彩到要。使幾千蚊睇啩？如果冇美斯落場踢嘅話，不過唔緊要。唔啱睇，有梁朝偉、刘嘉玲嚟睇，哦，有 Anson Low、姜涛佢系睇，咩？喂，梁朝偉、刘嘉玲有冇唱歌啊？佢哋冇嘅，同冇，碧咸影相，斋影相，表演影相冇啫。错冇咁都错，幾好睇，幾好睇。仲有都咩好睇啊？仲有咩睇啊？睇多过梁朝伟哇，啦，幾型啊！有交谈嘅，唔哇，系净系上行戲，过嘅，上戲啊！哇，靓仔靓靚仔仔。靚仔。咁又有何诗培睇哇，何啦，诗香培又港系超一正，线运动明星系咪啊？冇错啦，系啊，好似话，我听讲啊，何诗培。同阿碧咸傾偈，碧咸教佢去咩？去法去國法國有啲咩有啲咩好好嘢食餐啊？廳，有啲咩好餐廳咁冇樣，錯。係嘛？不過何詩蓓今日着得多衫啲，睇下觀眾臃唔即臃係咯。有少少臃腫少少，都唔我覺係，得正有露小蠻啊，腰㗎，嗰、那個六大佬，嚿腹肌走咗出嚟，我所以覺得佢都正值回票啊，㗎。係嗱，壓尾呢、這個係嘛？睇多次哇，係嘛？睇即係睇幾千蚊埋，睇呢啲係咪？我想問下，仲有哦，仲嘅，有宇宙 Gem，哇，佢同阿。拥抱，碧咸好 friend 喎，好似系啊，呢谈笑个，风哇生呢、啊，个碧咸嗰只右手咧，都好礼貌。喺嗰个 Gem 嗰条巴带嗰度，你谂得多咗，可能人哋净系冇大巴咧，可能系嘛？系啊，你唔知 never know。You 咁 never 啊，know。仲整多一张啦，好，咁仲整多有张。除咗合照，点解呢张会缩埋喺上面嘅？唔开心啊，又唔唔系好意签思，喺我度。自己匿埋我，哦，签背脊咋？签背脊啊？嗱，唔得啦，大佬。我俾几千蚊入场，你签背脊就对唔住我啦。你如果你签我翻喺正面咧，倒翻转嚟讲签咧，我就觉得投入啲，几千蚊又比较抵啲。唔怪之咁多人嗌回水咯，好系似啊。冇，好似市民好多意见系咪啊？不过咁讲，碧咸其实寻日个表现都力挽狂澜，喺 PR 呢一 part 咧都真系好用心噶。哦，好多，咪有好多做生意嗰啲朋友话阿碧咸喺嗰个球场嗰度好似去咗商会咁样样啊，喺度不断咁样兜生意啊，周围咁。大好家睇想下，飞啊嘛！系啊，大家睇下碧咸 sell 嘢嘅技巧啦，咁样大家睇一路睇住个碧咸喺现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咁，系好嘢嘅。今次即系佢带队嚟系嘛，咁我都带。喂，咁但系到底佢有冇应承过阿美斯系使唔使上场啊，定点噶？呢件事而家发生喺3个 parties 啦，第一个就系主办方啦，Tekla 啦，跟住有政府啦，因为政府有资助呢一个赛事啦，跟住亦都有就系球队本身啦。嗱，3个方面，大家就真系睇下咧边一个出错，同埋边一个沟通出现问题啦。好似而家即系有2个讲法嘅喎，我又听讲话。有一个讲法就话有签，即系有签到个合约咧，阿美斯就要出场45分钟落场，要落场踢嘅。咁啊，但系去到最后，而家咧美斯就冇落过场啦，就本身就话因为即系惊佢哋受伤啊咁样样啦，嚟紧有啲更即系有啲更重要嘅赛事咁啦。咁到底即系我觉得喂合约精神嘅啫，如果你个合约系有讲过话系要佢上场几多分钟，咁咪要履行合约咯。咁到底而家呢个合约系唔系咁样签咧？真系唔知喎。咁但系我又想请教下，佢又唔系一般明星啊嘛，咁佢对脚啊，佢嘅身体状况，亦都对于佢嘅职业生涯嚟讲系非常重要嘅。如果真系之前受过伤，又嚟紧又紧要赛事，唔落场。
場都是教練決定，其實這樣說又好像有些合理。這個就是一個專業的運動決定啦，不過喂又有這樣的講法，喂現在這段時間他們出來踢這些友誼賽是他們休息的時間來的，即是他們現在是用他們休息時間出來賺食，那你出來收了錢你登台，你登台你不表演那怎麼說得通啊？那你踢球就是你的最大的賣點，你錢就收足，但是球又不落場踢，然後、哦、叫即你來收我娛樂，你來收我娛樂費，跟住嚟到又變咗嗰樣嘢係專業運動員又唔落得場，咁我咁你幾時自有你贏？係啊，咁你幾時先娛樂我啊，大佬幾千蚊想睇你踢波又冇得睇啊！最底係嗰班咩嘢？朝頭早睇佢哋嗰個神操嗰啲熱身啊，踢熱身嗰陣啊，美斯咪有踢熱身嘅，嗰啲匿埋喺對面山嘅，攞望遠鏡睇嗰啲最底啦，錢又唔使俾，又見到你美斯喺起碼喺香港滴下波咁樣啊，你都睇到幾下咁樣。係啦，不過我哋分析一下幾個 parties 究竟佢哋又做緊啲乜嘢啦。大家咧可能未必咁熟咧，咩係 Tatler， 即係今次嘅主辦方啊。TATLER 呢一個現場好多人都穿住佢哋嗰件 T 恤咁樣樣啊，其實佢哋本身係一間咧雜誌社嚟嘅，香港一間冇睇過嘅，點解？因為佢哋 target 係一啲上流社會嘅，一個非常之即係富豪啊。我哋係下流社會嘅，就唔會睇呢啲啦。咁我哋就基層啲，咁啊睇下娛樂油麻地啦。嗱，咁佢入面會講啲咩咧？可能有時候有啲名錶啊，跟住邊度去做下 facial 賣下靚手袋啊咁樣，同埋佢哋會訪問嗰啲咧，多數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社會知名的上流社會人士啦，咁啊邊啲咧？有錢人啦、啊，例如佢哋邀請嘉賓劉嘉玲、梁朝偉就係佢哋 target 啦。所以今次佢哋咪會嚟，咪會嚟，咪一齊嚟去揾阿碧咸咯。冇錯，所以其實嗰日咧，即係佢哋嗰啲訪問阿四叔嗰啲啊，訪問李嘉誠，係啦係啦，有咩成功心得啊咁樣，同埋有啲咩歌唱啊咁啦。咁所以嗰日咧，我諗喺個大球場入面咧，觀眾席同埋樓下嘉賓席咧，就真係兩個好大嘅對比啦。哦，係啊，因為咧。有好多好多觀眾咧，係因為美斯球王美斯嚟香港呢件咁開心嘅事，梗係要買飛入場睇啊，見證呢件事。而且疫情過後係咪啊，都未有啲咩好大型嘅娛樂係嘛？大家去趁下熱鬧，又就嚟過年啦咁樣樣啊！但係我見到啲市民，不如聽下啲市民嗰啲心聲啊！有啲市民好多，睇下佢哋講咩先。好失望啦！我見估唔係嚟睇阿張表演嘅，即係下半場中段咁上下咧，就開始有人嗌退錢退錢。退錢嗰個係講國語嘅，講廣東話嘅都有回水回水嘅。嗱，而家係不斷都有嘅。咁呢個係一個真實嘅民意反映翻佢哋嘅，但係冇得退錢啊！本及世界入速啊嘛，冇錯，真係咁講嘅。睇得起先睇，睇唔起唔好入嚟。我代表廣大嘅球迷咧，安慰翻呢啲美斯嘅球迷，唔好咁嬲啦，係咪先？話曬我哋喺同美斯同一個場一齊睇波啊嘛，係咪先？啱唔啱啊？美斯陪我哋睇波喎，你諗下幾好？我又唔係坐佢隔離，唔係好遠㗎嘛，對面。你對得起這些球迷嗎？你對得起我們嗎？真的是对不起啊，真的。Model， 好啦，大家嚟。揸灯师、摄影师、拍摄师、拎袋师、拎袋师，好辛苦啊！见唔到美斯。本节嘅 promotion 就系谷精上网特惠超值套餐，哇！唔系呃你，唔系整蛊，唔系搵笨，你知唔知今时今日啊？我哋上网开机费要几多钱啊？百五唔使，百二唔使。Unbelievable！ 有冇搞錯？夠黑五金底。當然啦，你貴為我哋嘅至尊級會員，當然就有呢一個咁樣嘅服務收費啦。但係今日你喺度飲乜嘢？我擦，好冇？好耶！經理，係老細，點啊？有啲咩幫到你？啊，巴子我係嘛？係。頭先我咪講得好清楚，我話要36嘅，你睇下啦。哦，係啊，36啊，阿娘娘你36噶嘛，係嘛？货真价实嘅马佬，系噶嗱，如果唔系我，出去攞把尺俾你度度，好唔好？唔使啦，我同你完咗呢一样嘢先。啊，我唔好意思，你俾两手。系啦，佢而家成个背脊咧都融厚到咁咧，加埋个手臂仲粗过我添。呢度着紧成30噶啦，咁剩翻嗰6咧就翻个胸度，咁你
啊，系噃，你真系唔讲唔觉啊！嗱，经理你唔好玩啦吓，你俾翻呢个我算啦。唉，老细，一睇就知系假妹嚟噶啦。嗱，我哋香港咧，我哋就贴假妹啊，但系去到日本，人哋啊贴张柏芝，唔通真系俾个张柏芝佢哋咩？老细，你唔好玩啦。咧，咁啊，网民嘅意见啦，仲有卢觅雪嘅意见啦，咁啊，喂，咁啊，而家到底嗰份合约系签成点，真系唔知嘅，因为其实边一方疏忽咧，到底而家呢个搞唔清楚嘅，系啊，会唔会有？其实会唔会有人系为咗悭钱咧，特登？簽阿美斯嚟香港，但又唔使佢上場咧，咁咪慳啲咯。呢個可以明可以明呃嘅喎，呢件事係啊，即係話嗰個價錢，將嗰個價錢嗰個定價就定得進取啲。嗯，咁然之後咧就盡量俾你嘅嘢就少啲。嗯，甚至乎就呃住你，其實阿美斯咧就包到港就唔包上場，嗯，包熱身就唔包正式踢波，嗯，可能係咁樣樣，咁咪慳好多咯。系啊，总之救出 poster， 令到大家会俾入场费，其实件事目的就基本上达成咗大半噶啦。唔怪得知有啲网民话呢单骗案啊，仲犀利过阿 JPEG 啦。哎呀，真系唔好乱讲，因为今日寻日大球场嗰度，其实政府都派埋代表，特首都有出席嘅。本身谂住嚟打卡，真系估唔到系咁样收货。两任特首都喺度啊，哎、曾荫权喺度啊。跟住胡蘇珍又喺度啊，不知幾多大達官貴人喺嗰度啊！呢啲電視到底邊個出錯呢？嚇？咁啊，真係唔知啦。但係有一個人咧，就真係出錯啦。咩事啊？尋日我見你 cap 咗一條好精彩嘅片啊！哦，望一望先啊！咁啊，講咩出錯呢？咁樣啊？咁啊，尋日我都係即係冇嘢做喺 Facebook 嗰度撳下，就點知就見到有一個谭咏麟嘅一个抖音片，咁跟住我细心一睇，原来 share 呢个谭咏麟嘅抖音片嘅人咧，系啊，谷德超，系谷德超又带住一句 comment 喺度，我哋大家睇一睇先。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嗱，好啦，咁不如我就开翻佢嗰个出嚟啦，等大家睇得清楚少少啊吓。停咗佢先，跟住放翻，但系因为头先可能大家已经睇到个内容啦。好啦，咁啊呢个其实就只不过一句啫，谷德超只系讲话变咗肥佬咁样样。咁啊，当我发现咗呢一条片，当我 cap 落嚟嘅时候 ，cap 完咧，咁啊谷德超都已经 delete 咗个 post 啊，咁或者佢可能觉得讲呢句说话就唔系太合适，嗯啦，咁你点睇咧？我覺得有時睇娛樂新聞都係一種學習嚟嘅，待人處世接物係咪？有時我都即係成日講錯嘢啦，但係睇呢啲咧會知道啊，係喎，有時有啲嘢唔使講得太真。我覺得太白，我就覺得冇問題嘅，即係谷德超呢句説話，即係我覺得係香港人嗰個道德標準有陣時係太高啊。如果你道德標準咁高啊，你搞到嗰啲藝人發揮啊都綁手綁腳，大家咪少咗花生咯。是不是、如果你说很认真地去评论去讲，我不是这个观点，但我可以这样评论。喂，谷德超自己都是肥佬，他为什么笑人家肥佬？你去笑一个七十几岁的阿叔他肥，其实没意思、啊。但是不是这样的嘛。我去看这条片，我都会见到谭咏麟的肚腩突出来。你记不记得我第一个反应都问你，我肚腩大一点还是他肚腩大一点？是吧，即我们都会这样笑的嘛。即所以大家就唔有陣時，我又覺得唔使個標準去到咁鬼高，你自己即係過得人過得自己啦，唔好成日喺度即係啊
講下笑嘅啫，所以唔需要認真對待高德超呢件事。係咪真係咁咧？唔係，如果係嗰個係我或者求其一個人咁樣講咧，就或者就真係冇乜所謂嘅。咁但係都要睇下講嘅係邊個嘛。因為高德超佢都係好多人嘅前輩啦，係咯。即係你又覺得可能佢作為一個前輩，你咁樣講又好似爭少少啊，係咪啊？係咯。年代開始唔同㗎啦。到有一日我成為一個前輩的時候，可能我仲更加口沫遮攔，可能會見得更加肥添。係啊，大自己更肥嗰陣再笑人哋肥啊，係咪啊？黃天林咁嘅身材啊，再笑人哋，再笑啊譚詠麟嘅大肚腩，真係冇乜所謂嘅。喂，其實如果冇啊高德超咁樣笑一笑，我哋又邊度有嘢講，又一齊笑一笑啊？係咪先？係嘛？喂，好似過往好多人都試過有呢啲出錯鋪講錯嘢經驗，係啊係啊，咁啊包括咗我哋之前例如連詩雅啦，但連詩雅嗰、那個連詩雅嗰個好咩喎？連詩雅嗰、那個串錯字，串錯字 rest in peace rest in peace 啊，嗰個 piece 啦、啊，跟住咧仲有咧，跟住有阿 Jam 啦 ，Jam 好耐之前去杜莎夫人蠟像館嗰度有佢自己嗰個同一樣嘅樣開幕，跟住但係就踢錯咗做杜麗莎夫人蠟像館啦。OK， 咁啊，跟住仲有啲留言啦，例如好似阿女神李佳芯咁樣啦，佢出咗一張相，係佢著住條好靚好仙氣嘅裙嘅。咁啊，唐詩詠咧 ，Natalie 留下留言，佢想應該想講好靚，但係就用英文拼音嘅，就寫住 H O 好，但係好靚，好靚，好靚，唔知以為佢哋唔妥嘅，互相係啊係啊。咁呢啲冇使呢啲。手誤呢啲少少事冇所謂咧，有陣時睇下笑下食下花生啫，唔使咁執著，打錯字啫，係啦，好小事啫，係啊。咁好啦，喂，咁啊嚟緊幾日好似阿 B 你要去旅行係嘛？係啊，我要去韓國啦，咁所以我哋要正式咧開始咧要試下。即係呢啲點樣去解決啲 technical 嘅問題？越洋錄音呢啲嘢，我哋今日就仲會試下嘅。嗱，無論點都好，大家幫下手啦，繼續。CLS 啊 ，click like 同埋 share 幫手俾 share 俾多啲唔同嘅朋友睇啊！尤其是喂嗰啲長者啊，嗰啲喺屋企冇乜嘢做，撳著睇唔清楚新聞嘅，睇唔清楚新聞要聽啊嘛！有陣時撳著咗我哋嘅 channel 係嘛，當嗰啲讀新聞嚟聽下咯咁樣。係啊，仲有咁多以前啲明星，我哋都 up 得出，佢一定好有親切感嘅。等我做多啲嘢俾啲老友記，俾啲老友記聽下先。